那里是世上最多行人的地方，世上最多行人的地方。香榭大道就在巴黎。阿玛还写了什么？啊，今天也是跟拉拉姐在一起的最后一天，因为拉拉姐明天就要回国了。还是像派高医生曾经提醒过的。医生说什么？ 医生说，伤到手术之后，一定要放松心情。如果太紧张的话，眼睛会再次失明。